大家好，我是叶。很多人问我说，我怎么挑机台，我怎么去选我想要夹的机台？那我今天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挑机台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看它有没有挡水片。什么是挡水片？你看这一家，上面一个铁片都没有，这种就是没有挡水片，就是可以大甩。只不过这家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如果你甩太大力会延迟下走。然后你看这个，这个就是有挡甩片，但是它有空隙，所以你可以用顿甩。顿甩是什么？顿甩就是像一瞬间那样，咚咚咚咚，就利用它撞到旁边的挡片之前下去，它就有甩幅下来。然后现在我要讲的就是，你看这个挡甩片，它是全部粘紧的，这种就是连顿甩都没办法顿甩。所以这种牌子我很少碰。来，我的怪龙。Fuck this shit, I'm out. Fuck this shit, I'm out. I'm out. 哦，出货了，八爪，出货了，出来了，我的小怪龙。太阳给我，太阳给我，这名就是梦幻男，超梦。再下一个。Fuck this shit, I'm out. Fuck this shit, I'm out. No thanks, don't mind me. I'm out. 傻眼，我傻眼。Fuck it all. 自以为狮子王，梦幻。不错，神奇宝贝果然跟我比较合。Fuck this shit, I'm out. Fuck this shit, I'm out. No thanks, don't mind me. 哇，更糟糕了，更糟糕了。然后夹，继续夹前面那一只。Fuck this shit, I'm out. Fuck this shit, I'm out. No thanks, don't mind me. I'ma just grab my stuff and leave. Excuse me, please.有有有！帅啊帅啊！为你为你夹到摆一个 pose 吧。龟龟汪汪，龟龟。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给我一个赞。想持续看我的影片的话，就按这边订阅我哦。这边是我的推荐影片。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